More good news. Our book, 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Buddha's Teaching, is circulating in China now. The Jonan Dharma volunteers have already donated this book to many libraries an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d the U.S., includ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Harvard University. We're happy to announce that this book has been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n Beijing and the Shanghai Library in Shanghai. There are many regulatory hurdles to jump in order to publish and circulate this book in China, but we made it. See the link below to check it out. If you are in China, you are welcome to borrow the book for free from these libraries. We will continue to donate this book to hundreds of libraries in China, and we will update the list and map of the libraries in this channel and on our website. Please check back regularly. The book is the fi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ouble translation of the Jonan Master Dobogpa's work. Please contact us if you want to buy the book or would like to read the book but can't afford it. We're happy to donate a copy to you. If you represent an institution and need a large quantity of copies, also let us know. Our entire purpose of existence is to give Dharma, so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从比较的结果来看，唯识学与如来藏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在许多方面是互相对立的。照理，两者间的关系问题应该简单，何故历来理定不清？可能的原因有二：一者，如来藏本身理论复杂多变，其自身的定义就有三期的不同。比如在中期，如来藏等同空性真如，这样的定义与唯识三自性理论中的圆成实自性多少可以会同。而后期的如来藏又与唯识学会通，在《大乘密严经》表述为如来清净藏世间阿赖耶，如金与指环辗转无差别，这样的情形造成如来藏与唯识学的关系愈加复杂难辨。二者，在隶属唯识学的相关典籍中有如来藏的影子存在，有人正是抓住此点而认为早期唯识学中包含有如来藏思想，并给予定名为无唯一唯识。有学者将唯识学典籍进行归类，认为辩中边论、大乘庄严经论、变法法性论、佛性论、究竟一圣宝性论等经论中包含有如来藏思想，都属于无唯一唯识学系统。甚至把形成时间较晚的楞伽与密严二经都划归此类。但是笔者认为上述典籍中真正夹杂有如来藏思想的，也就《大乘庄严经论》一部。下面对此略作分析。首先，究竟一圣宝性论及佛性论，此二论根本不属唯识典籍。宝性论无论从其内容与作者来看，都与唯识学没有关系。就内容来看，宝性论中丝毫未涉唯识义理，通篇都是关于如来藏理论的论述。宝性论引用许多如来藏经典，对已有的印度如来藏思想做了一个系统的整理，
从进行果三个层面对如来藏思想做了体系性的总结。笔者认为宝性论是纯粹的如来藏典籍，并且是一部对印度如来藏思想做总结性的论著，所以把它列为早期唯识学范围，这是明显的错误。至于佛性论，虽然汉译的作者署名为世亲，但从其内容来看仍属如来藏范畴，这点不难判断。佛性论是解释宝性论第五至第七等三品的，阐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意。论中对佛性的解释完全依照如来藏思想的模式。至于辩中边论与辩法法性论二论归属唯识学，当然毋庸置疑，但在其中笔者却并未发现任何如来藏思想。辩中边论主要论述空有问题，里面涉及唯识三自性思想，体现了唯识中道思想。此论之所以会被人误解认为有如来藏思想，可能是其中出现了非染非不染、非净非不净、心性本净故、由客尘所染这样的语句。其实这样的表述在成唯识论中亦有，譬如论曰：依所显得为大涅槃，此虽本来自性清净，而由客障缚，令不显真圣道生，断彼障故，令其相显，明得涅槃。此一真如离障施设，故体即是清净法界。自性清净涅槃在成唯识论中将之定义为空性真如，它是心的本性，所以是本具的，但是因为有无明烦恼，所以凡夫无法体验此真如。当断除染污后，此本具的空性就向解脱者真正呈现，或者说解脱者亲证了心之空性本性。又如成唯识论曰：一即是唯识真如，生死涅槃之所依故，如虽性净而相杂染，故离染时假说心净，即此心净说为转移。此中的唯识真如即二空真如，也即是圆成时自性或自性清净涅槃。众生原生不实，故此空性为本来具足，众生虽有烦恼所缠，但此空性作为法性依旧清净。也就是说，成唯识论说的如虽性净而相杂染，而烦恼断尽后，此空性只是相对解脱主体清正显现而已，此空性不是前无后有，也就是成唯识论所说的故离染时假说心净。心性本净客尘所染这样的表述很早就有，在部派佛教时期还引起一番争论，如来藏思想只是受其影响启发而已，非是如来藏思想的专利，故而在唯识学中也用了这样的表述来论理。所以如果仅凭出现了心性本净客尘所染语句就认定为如来藏思想，此判断是草率的。
如果仅凭这样一句话就说是如来藏思想，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玄奘唯识学包含了如来藏思想，也包容有无为一唯识学了。再来看变法法性论，其主要内容即是此论开头所言，由之何所断，有余所印证，欲辨彼等相，故我造此论。此等一切二类所设，为法与法性，法表生死，法性表三圣涅槃。论中用唯识三自性理论阐释何为虚妄分别，也就是因断，何为真如实相，也就是因证。至于法性的定义，论中说得非常清楚，那即是唯识的圆成实自性。变法法性论云，由六种相通达法性，是为无上。悟达彼自性，为无垢真如，于一切种为真如现，此即转依圆成实。此论的内容性质与辩中辩论大致相同，主要阐释唯识三自性理论属于唯识法性学范畴，与如来藏毫无关系。之所以被误判的原因，估计也是因为变法法性论中有那么一句，通达自性为无垢真如，不现客尘为现真如。楞伽与密严二经成立的年代较晚，不属于唯识早期经典，在二经中都有如来藏概念的出现，但是此二经对如来藏的定义已经与正统如来藏有所不同。此二经中的如来藏非是一个本觉的心体，而是作为阿赖耶识的空之本性，其实也就是唯识的圆成实自性或自性清净涅槃。对此最清晰的论述即是密严经中著名的，如来清净藏世间阿赖耶，如今与指环辗转无差别。密严经中关于如来藏的定义及其与阿赖耶识的关系更有论述，人主，心性本净不可思议，是诸如来微妙之藏如今在旷，亦从心生，余六亦然，如是多种于是法中而为差别。人主，阿赖耶识虽与能熏及诸心法乃至一切染净种子而同止住性恒明劫。阿赖耶识永恒明劫之性，也就是如来微妙之藏，或者说如来藏，或者说如来藏即阿赖耶识之本性。所以笔者以为楞伽与密严二经中虽然出现有如来藏的概念，但在此二经中如来藏只是作为一个概念，其思想内涵已经与早期的如来藏思想不同，而是等同于唯识学的圆成实自性。所以凭着如来清净藏世间阿赖耶，如今与指环辗转无差别这一句，就认为如来藏是唯识学的依附是有问题的，因为真正的如来藏思想具有与唯识学完全不同的理论特质。楞伽密严二经中的如来藏已不能代表真正的印度如来藏，而只是作为一个相同的概念而已。早期唯识学典籍中
真正出现如来藏思想的，严格来讲，只有《大圣庄严经论》。此经既有转八世已成四智，这样纯唯识学的理论，同时也确实出现了如来藏思想。如《大圣庄严经论》云：“是曰，菩萨善生有四义，一者种子圣，以菩提心为种子故；二者生母圣，以般若波罗蜜为生母故；三者胎藏圣，以福智二俱住持为胎藏故；四者乳母圣，以大悲长养为乳母故。”其中的福智二俱住持为胎藏故，即是典型的如来藏性觉思想，并且经中有关三自性的理论与唯识学的通论也有不同。《大圣庄严经论》云：“是曰，无二义是第一义，五种视线非有者，分别依他二相无故，非无者，真实相有故。”论中将依他起自性与分别起自性，也就是遍计执自性，都化归为无，唯有圆成实性是有。这与唯识学认为依他起为有的一般定论不同，就其原因与此论混杂了如来藏思想有关。因为在如来藏思想中，唯有如来藏是真实的，愚者都为虚妄不实。虽然在早期唯识学典籍中，真正出现如来藏思想的只有《大圣庄严经论》，但就此一论所带来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有学者认为，以阿赖耶识缘起为主轴的唯识思想与以真如无为法缘起为主轴的如来藏思想，二者和谐共处于早期唯识学中，他们并不矛盾与不同。早期唯识学中突出赖耶缘起的部分被称为有唯一唯识学，强调如来藏部分则被称为无唯一唯识学，二者构成了根本唯识学。这种观点的依据主要就是因为少量唯识学典籍中出现了如来藏思想，是因此就下断言，唯识学可以或者说本来就包含有如来藏思想，还是有其他可能性？对此，我们有待后文进一步的分析。